就是个弹钢琴的吗？什么怕人拍？有什么怕人拍的？怕人拍？葛墨池呢一向很低调，他不喜欢在媒体上曝光自己。白可儿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。以你的情商和智商，想泡葛墨池这样的男人，你就找死。 这也是你隐私的一部分吗？这么多红酒，这隐私不错。 生活浮华多了点儿，也没发现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。哎，搞那么神秘干嘛呀？
哟，干嘛呢你？你干什么呀？我说给你打电话不接，这躲这儿呢。那你打给我啊？我没听到啊。刚打的，打了好几个呢，一直都不接。这手里拿什么呀？是，哎，这是秘密的，你，哎，快！不打扫房间也就算了，还偷吃我东西，偷喝我红酒，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